找工作。开学已经两个星期了。大卫跟他的女朋友安娜一天到晚都很忙，忙着学习，忙着安排新居。除此之外，大卫还在忙着。 找一个对他合适的工作。虽然两个人的学费都是由父母给他们付的，但是日常生活的费用他们还得靠自己。两个人。 每月的衣食住行的费用并不低，这些费用包括每月的房租、水电费、电话费、交通费用、饮食等等。安娜。 在附近的一家电话工作公司工作，已经工作了近两年了。他一个星期工作三天，每次六个小时，工资也还不错。他对自己有这份工作很满意。 大卫暑假的时候，在一家咖啡馆当服务员，有很不错的小费。但是很可惜，那家咖啡馆的新老板决定把咖啡馆搬到特拉维夫去。没有办法。 大卫得找一个新工作。这两天因为找工作的事情，大卫跟安娜之间发生了点儿不愉快。大卫有一个亲戚在以色列外交部工作，他告诉大卫。 外交部需要一个夜晚守门的警卫。大卫觉得这份工作对他很合适，因为他可以白天去大学上课，晚上工作，而且做警卫并不是很累。 他还可以一边守门一边做作业，但是安娜却有另外一个想法。她担心天天晚上去做警卫，大卫会休息不好的，这样会对他的学习有影响。 再说，如果大卫天天晚上去工作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会很少。安娜的叔叔在市中心开了一家小餐馆。叔叔告诉安娜，如果大卫愿意。 可以来他的餐馆做服务员，但是大卫非常不愿意去安娜的叔叔的餐馆工作。大卫一直都很看不上安娜的叔叔，可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安娜。 因为他知道安娜很爱他的叔叔，一方面他不想伤害安娜，可是另一方面，他真的不愿意去叔叔的餐馆工作。左思右想，最后他还是对安娜说了真话。 安娜觉得很受伤害，因为这件事，他们两个人这几天都很不开心。